端午节即将到来，台湾财政今天宣布呢，端午加码总奖金共有5亿元，总计有5款游戏加码是史上最多的。其中最受欢迎的大乐透加开了100组100万元，中奖机会变多。而三星彩及四星彩则是首度加入加码的行列，三星彩一奖的奖金提高到10000元，四星彩则是提高到10万元。至于三九乐和彩连续12期奖金加码，而5分钟开奖一次的宾果则是连续16天奖金加码。